这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这太妙了！您看到过这张照片没有啊？您过来看看，看看这张照片。这张照片，我先问您，您第一判断这是男的是女的？对，穿制服，戴眼镜，光头，下边呢还留着小光腿儿，这什么人呢？哎，这是美国人，法国驻美国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啊，美国两位大官来参加。照片出来了。左边这个，这是拜登任命的四星上将，是男的，变性为女的。右边这位呢，右边这位也是拜登先生任命的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啊，是男的。他呢是男的，也认为自己是男的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爱穿女装。所以呢，这两个美国的大官参加人家法国的国庆招待会，法国人那么讲究，法国人那么时尚，法国人那么绅士，然后来了两个美国大官，这打扮你也不能不接待呀，接待你接待不周到还不行啊，不达规格不到也不行，因为这是人家美国的文化，叫美国多元文化，美国多元的文化呢，据说要包容。嚯，我刚一看呐，您知道我刚一看什么反应吗？刚一看，这是真的吗？我有点怀疑。我想起小白那口头禅的，不会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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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美国总不至于吧？还什么叫不至于啊？人家《纽约时报》的这个社论大标题就叫做“捍卫我们的多元文化价值观”。多元文化价值观很好啊，这不类似于中国的和谐吗？和谐在中国文化当中什么概念？多样性的统一，多样性吗？兼容并蓄嘛，多样性嘛，这个那个的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各色都有，大的小的，高的低的矮的，这多元文化如果是和中国的这个和谐一致，那就好了。但问题在美国人那不是这个理解，在美国那主要是指这男的，他可以随时宣布，老爷们不想干，想当老娘们，这词儿不好，想当女性。我是个女的，那就可以呢，变成一个女的，变成女的两种方式，一种方式呢，切不切不剁不剁什么小丁丁老丁丁啊，就他一扔了喂狗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变成个女的了，这就叫做呢做手术，生理上做出改变，或者是服用激素哦，让自己该鼓的地方就鼓，该挖的地方就挖，然后呢，走起路来窈窕淑女，风摆荷叶，这也是一种方式，还有一种你想不到的方式，本爷们儿啥都不变，我还是老爷们儿，但我就认为我已经不是老爷们儿了。天哪，对，这就是美国人的这多元文化价值。那女的呢？女的当然也是啊，老娘今天不想当，想跟大哥呢比拼一番，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就变成男的。哟，这麻烦呀，这麻烦，对不对？那咱们中国人咱也保守。再保守，保守限制了咱们的想象，所以你就很难理解。这事儿如果说纯粹私密的事情，你自己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反正是你自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的身体。可是这东西在美国被提倡，因此呢，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，拜登总统就为了示范效应，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因此就把呢，这老头啊，就把这老头提拔起来。可以提拔的人很多呀，对不对？那四干嘛非得要他当四星上将啊？为啥？因为他有代表性啊。什么代表性？男帝变成了女帝，那边女帝变成了男帝，那边是男帝呢没有变成女帝，但是呢喜欢红嘴唇儿，喜欢呢眼影，喜欢呢把自己呢弄成那样，然后呢就你明白是吧？你明白？您看了以后什么感觉？我是不知道，我看了以后。我有点那种感觉，这个图片还有这么一个乐子事儿啊！我跟您说，那乐子事儿有一个叫乔木 DC 的先生啊，看我发的这一条呢，他给我写了一篇东西，都是司马南，都是混网络的，对不对？你相互蹭流量，他的意思是我蹭他流量，说司马南你是30年河西是顶流，然后呢成名已久，打假街尾出身。你转发我是提携我，你转发我的图也是提携我，可你用了我的内容，你用了我的内容，总得我的名字吗？
哎呀，后来他就指责我，他说：“司马南砍头留身，这是好汉作为吗？你司马大叔经历多，人最后躺到那儿，什么钱、财富什么，谁看得着？最终告别的不就是一张老脸吗？”哎呦，这话很尖锐啊！我看那个乔木 DC 的话，看完了以后，非常非常惭愧，非常抱歉，我就给人家回信，人家批评我嘛，啊，我说非常惭愧。老脸，我在这拍电影，拍电影也不让刮胡子哈，老脸惭愧啊！你叫360查也挺难，网信办也不容易查，原始图在哪儿？怎么查呀？反正我在网上看一个图，我觉得挺好玩，我转了。那人说最初，出处是我，乔木 DC，你说最初的出处是你，最初的出处应该是法国国庆那天那签的招待会吧？如果你没去参加招待会，那乔木先生也可能是转发的，所以不管了啊。乔木先生写过很多有趣的内容，但是再有趣也没有两个美国大官参加法国国庆，然后四星上将，这打扮有趣，太有趣了，对吧？我这种笑，我知道肯定会遭到一些人批评，说司马南你这种笑，充分暴露了你狭隘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？有人男的想变成女的，女的想变成男的？我说我理解，我只是不太适应。你要不要不让我老看？你要不穿着四星上将那种明晃晃的制服，然后呢，你让我看。你要不是高喊着这个捍卫多元文化价值，然后呢是美国生命之所在，我还行。但是你这么一强调吧，我就不是特别适应。我不是观念问题，我思想搜解放，我思想非常解放。但我生理上有点不适应，我老是觉着我心脏抽抽。啊，我一看这画面，我心脏抽抽。那我知道这是一和我观念有关系的，我心脏抽抽。中国改革开放向美国学习，美国很多好东西啊，美国的芯片在那学呀，美国有些大学研究机构在那学，美国和航天成就里边比咱强的地方，咱都得学。美国造飞机比咱造的强，咱也得学。但是美国把一个老爷们弄成这样，然后还给他穿上四星上将，这玩意儿咱们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里边有个上将穿成这打扮，那如果那样的话，我说最好别那样，是吧？最好别那样，那你是不是不尊重人权呀？人家想那样，你不让人那样，男的想变女的，女的想变男的，你不让人那样怎么办呢？哎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还有一个复杂情况，就有的人啊，你说男的想变女的，女的想变男的，这是一种情况，还有的人。他想变成不男不女的，是吧？所以在美国有的地方厕所男厕所、女厕所，还有一个叫第三性别，第三性别厕所或者叫自定义性别厕所。这东西成年人之间，你这玩意儿就多个厕所也没所谓，建设成本、安装费没多少钱，马桶就增加一个就完了，对不对？那里边既有站的啊，就有站的尿 CC，也有呢坐的尿花花，你随便弄一个就完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美国真正的麻烦是在中学里面，小学高年级、中学，青春期萌动，青春期萌动，体内劲儿荷尔蒙激素分泌，然后达到指定高度，然后呢，他有了某种意识，有了某种行为，这是个自然进化的结果。人类进化几千万年，它就是这个样子呀，对吧？可是你后天赋予它一种呢？美国叫做多元文化价值，然后你叫他男的变女的，女的变男的。好，结果呢，在美国就大家看到那种新闻没有？在学校里边，在学校里边，一个小女生就被强迫进行了性行为，对她强迫进行性行为的是她同学，她同学呢是跟她一样上女厕所，那是一个小小子，那个半大小子，生猛的臭小子，熊孩子，他受这种文化影响，然后呢，说我要变成女同学，好，就变成女同学，上女厕所，然后就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。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呀？对学校来说，你还不能随便处理啊！你随便处理，稍一言不慎就违反美国的政治正确，知道吧？所以美国这种情况到底怎么理解？我觉得呢，中国呢还是要认清现实。最大的现实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。还有一个表述呢，叫中国现在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
按照小平同志的分析来说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，可能要几代人、十几代人、几十代人、几十代人。那天我见孔庆东，他跟我说，他是孔夫子第72代、73代孙，孔夫子2000多年到现在才72代、73代。天哪！如果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有这么长的历史的话，那咱们就安分守己吧，就知道自己现在不能像美国这么折腾，折腾不起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要打起精神来，滚石上山，好好弄点正事儿，把咱们正事儿弄好。中国现在有些没那么重要的事儿被强调到了一种的不适当的程度，比方说打扮的水光流滑的，然后呢弄成那样那样那样，然后在屏幕上就是顶流明星，这种人有什么必要啊？对吧？还有的人因为他张扬从海外舶来的某种理念，例如什么女权，我看好些人写成拳头的拳，知道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叫朱军，我是没见过朱军，我知道这个朱军，朱军是一个当中央电视台春晚主持了20多届春晚当红的男主持人，主持几十年下来，好被一档的事儿给弄下去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一个女生说在化妆间里边，朱军的手放到了不该放的地方。好，这事儿哇，因为朱军你太红了嘛，突然间这一下子就喧嚣开来了。这事儿我不是替朱军辩解，我对这事儿根本就不了解，我是看了一些新闻报道。如果朱军有这件事儿，那朱军必须该打呀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法律必须格式化朱军，对吧？谁那是朱军、马军、赵军、王军，谁都不例外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中国啊，既然全面依法治国，那什么事儿都得有规矩，那这事儿就拿证据说话，就到法院吧，见官。法院升堂啊，民女啊告朱军，朱军说没这事儿，那就陈述证据吧。那罪人死到证人手里，对不对？罪人死到证据证人手里，好，那朱军听好，看民女这。但是问题是看了半天证据不成立，所以北京海淀法院就判证据不成立，这事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你怎么着，他说他怎么着，那最后你说你的理，他说他的理，这讲理就得到法院去，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道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好，这事儿本来都正常，但是到哪儿就热闹了，就跟我们说的四星上将光着个小腿，然后涂着红嘴唇，有点近似了，有点怪了。那就是这个据说被朱军自称被朱军呢这个侵害过的这个女子呢，身后好几百人，在北京啊，好几百人呢，拉着横幅喊着口号，然后拿着慰问的鲜花，然后举着那个什么什么小旗子，坚决一定我们要了解首都社会情况的人一定知道，管你什么理由，这种情况成不多见也。不但如此啊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啊，进了法庭之后，人家这一方啊，女方要求法官、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书记员退席。审判长刚进来，我还没审呢，怎么就退席呀？人家说了，因为你们不可能公正审判。审判长，我怎么就不能公正审判了？所以基于性别的原因，你们都是男的，所以呢不行，而且呢坚决要求朱军到庭，把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书记员全给他休了，然后传朱军到庭，自己开法庭啊。那法庭是这么一个开法吗？但是群情激愤，泪水连连，那镜头长枪短调，媒体记者在里边就变成这么一个画面了。那本来是很遭大家同情的这个受害的女孩子的事情，你到法院你拿不出证据来之后，你叫法官书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退席，然后传朱军到庭。我们这个年纪知道一个词儿叫开批斗会，你知道吧？你以为这是开批斗会啊？这一切为什么会到这种地步？看着这什么拳头，女权，拳头，女权，女权主义运动在中国呀暗流汹涌，现在冲出来了。你现在看到海淀法院门口几百人，声势浩，那不叫声势浩大，有个动静，那底下有庞大的底座。
中国今天呢，我们有全国妇联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妇女保护组织，有中华民国妇女儿童保护法。我们中国这个社会制度下边，女权运动用这样一种方式，我想到一条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，要说的不对，您批评我。您说这是喊诸君怎么着了？如果要是根本就不听法院的判决，你自己下边折腾起来，那就不是诸君了，而是 every day。那诸君，诸位的诸，那诸君，诸君，那用这种方式，虽然秒谁谁死啊！我就说在电梯里，你骚扰我了。你说我们胡同里那个最妖艳的冯老太太，如果说我没事偷着看她的，我的眼睛对她构成了冒犯，我倒是不怕呀。你说我这辈子我被人骂什么的都有，美国特务、日本人、俄罗斯奸细、朝鲜间谍，我还是职业坏人，我还是文革余孽，我什么都被骂过。我到现在为止，我就缺一个，就我就没什么绯闻，我倒是不怕。但是各位啊，芸芸诸公，各位大佬，哪个人一旦有个词儿专门形容这种现象，叫社死，社会性死亡。就跟北京有两个著名大学，知道吧，在海淀那边，一个叫北大，那个叫清华，知道吧。有一个清华学姐食堂里吃饭出来，清华学姐呢那正值青春妙龄，身体呢凹凸有致，突然间她就感觉自己身体的那个部位，有人把她读垫部，读错了啊，那字读臀，就觉得自己左臀隐约间真切感受到被人动了一下，那姐当时就飙了。现在我跟你说啊，从幼儿园就是女老师，小学女老师，中学女老师，大学女老师，好家伙，这女孩子都彪悍。这学姐当时就怒不可，回头就揪住那个小学弟，戴着小眼镜盈盈若若的那个小学弟一脸懵。姐说了，你干嘛捏我屁股？小弟当时就愣了，我你握什么我？握什么我？然后呢，我让你射死，细节我就不说了。反正简单说，就是在一个局域网里边，这个学弟射死，学弟大概是小镇做题做出来的，啊，能考到这清华来，你想做题的多刻苦啊，社会经验不足啊，也被学姐那种场震慑了，学弟傻了，学弟只有以泪洗面，那被射死，各种各样的话，难听的话，学姐的左臀是你随便动的吗？学姐右臀你也不能动，知道吧？好，傻了。后来这家里面总有明白人，说能不能调监控看一看，这孩子做这事儿也是对不起。好，调监控一看，保卫处说幸好那儿有监控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没人动学姐左臀，右臀也没人动，没这事儿，小伙子完全是被冤枉的。于是这个新闻唰又来了个大逆转，大家知道现在新闻特别容易逆转。对不起了，我跑题跑得太远了，简单就说，有些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有些不值当的把它强调到极端地步，强调到极为重要的地步的那样一些事情，那就没必要过分强调。我们必须装精自强，抓住我们最重要的事情，滚石上山，实现我们老百姓要过好日子的目标。至于美国人玩的那个花活，以政治正确名义搞的那种男的变女的，女的变男的，然后呢有男有女变成不男不女的那样一些游戏，我看不学也罢，至于什么女权运动啊，然后呢学姐彪悍欺负学弟啊这类事情，差不多到这就打住了。我在泰山脚下拍电影，我有点八卦，有点无聊，这期节目说的如果不对的话，敬请您批评，批评我归批评我，你自己必须谨慎，知道吗？没事儿，离学姐左屁股远点，赶紧说看自己。